聽到完場嘅雞聲啦。拿波里扭轉敗局，克服咗一個非常之困難嘅情況。喂 ，Keyman 啊，佢哋咁樣從後追上嚟，有咩高見先？其实落后的时候呢，看看你有没有 EQ 咯。估不到成队波呢啲 EQ 都咁高啊，够晒团结。比赛结束，我哋嘅节目时间呢亦都差唔多了噃。咪要多谢 Keyman 啦，陪足我哋睇晒成场波。各位晚安啦。